山陀儿台风周日发布海上警报，隔天再发布陆上警报，到今天解除警报，一共发出40报，尚未超过史上记录最高的纳莉台风64报。前气象局长郑明典直言，山陀儿台风在气象学理上属于特殊路径，过去确实没有潜力。山陀儿台风3号中午以中度台风规模，中心在高雄小港登陆。回顾山陀儿台风自9月28日生成后逐渐增强接近台湾的过程，气象署在29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30号海陆警齐发，之后逐3小时更新警报，截至3号傍晚已经发出36报，对比过去历史上发布台风警报次数最多的纳莉台风64报与2012年袭台的天平台风54报，山陀儿警报数虽然不是最多，但路径是前所未有。我们气象的确有那种特殊路径这种名词，大部分都是由东往西走，像这种我就由东往西，然后到了过了菲律宾之后再大角度往北停留很久，这个在过去的确没有这种潜力了。前中央气象局局长郑明典分析，山陀儿台风就是典型的使流场不明显，在预报作业上本来就没有预期会乖乖的走，每次当下给出的综合模式预测都是当下机会最高的一条路径，在逐步修正。气象专家贾欣欣认为，各国对山陀儿台风路径都一再吸修，美国与日本预测一度大相径庭，中央气象署也是持续修正，但都在科学误差范围内。如果我们去看台风的路径预报的科学能力，24小时前的预报误差其实在70公里。日本的台风路径预报误差啦，气象署啊，或是美军，其实大家其实是在伯仲之间。可以从过去的秋天的台风个案里面，尝试去找到一些关键的一些规则啊，作为以后再碰到秋台的时候有更多的了解跟掌握。专家认为，在经历山陀儿台风预报经验后，气象署又多了一次经验值，也能持续累积相关秋台资料，未来也可调校 AI 预报，有更多的参考资料。记者玄林坚综合报道。